贤侄，这有一间小庙，招呼招呼。莫呀，猴急。让叔叔也帮你一帮。二位元老，里头正排筵席，快请进来饮几杯薄酒吧。二位贵客，怎来的这般迟啊？你们家夫人这次又没来吗？夫人碍于身份，不便在下界露面。但她心里一直记挂着各位，特差小的送来这份薄礼。夫人说了，盼仙姑早日康复，早日上天一叙。夫人未来实是可惜，我们可是备了一出好戏要唱，专意等了这许久嘞。而今礼被偷了，人被杀了，不如拿你两个顶缸吧。我们不过是办事的下人，奶奶这是扯什么笑话呀？猪八戒，我知你生的丑，怕见人，但也不用要，顶着另一张猪脸哄我母亲吧。没眼色，我老猪一身上火，这母亲也不知哪一位，且得等着。好薄情的人，当年你在这岭上杀人放火，毁他清誉，如今却都不记得了。清誉，都做野妖精了，还有脸提什么清誉？我说呢，原来你就是那蜘蛛精的小辈。罢了罢了，叫我一声好叔叔，老猪给你几分面子，去那破洞里见见故人。你乐意去也好，不乐意去也罢，可不由你了。
你们这些昆虫，披了人皮，穿了人衣，也只会这等阴损勾当。是，哪里得上你天蓬元帅，光明正大？那一位的师生，我估摸着还没凉快啊！你这就又找了只仙猴子拜做师兄了？放你娘的屁！叫你母亲早早出来求饶！ 说是我念你年少无知，留你一条贱命。实话与你说，东西就在盘丝洞里。说是怕了，就赶紧逃吧。你儿子便怕，这破洞只是我一次给他住平，看你们一窝再去哪里藏。嗯。